由周迅、吴镇宇、祖峰领衔主演，孙瑞主演，周可执导的电影《保持沉默》于近日在北京进行了首映见面会。众主创亮相现场，与现场观众分享了关于电影台前幕后的创作心得，引爆全场。此次周迅挑战粤语与吴镇宇的对手戏备受好评，现场周迅也秀了一句粤语台词，博得阵阵欢呼。我同你这种人嘛，真系冇嘢可以讲嘅，就是那个跟那个谁，吴镇宇在那个咖啡厅里边，对，是吧？是吧？你们刚看完就忘了。而片中祖峰老师的披肩长发造型也成为一大亮点，现场观众纷纷调侃。祖峰老师解释道，其实那个年代很多音乐人都是那样的，那个披肩的长直一点也不好笑。其实像那个长头发，我觉得在那个年代的那些音乐人有很多是那样的，包括你像20多年前就是黑豹乐队啊，唐朝乐队，他们刚出来的时候也是那样的，挺吓人的样子。非凡娱乐。